还是叫 JJ 好听。林俊杰真是英文名曝光，原本叫网民，这名字好像有点娘哦。被称为行走的 CD 林俊杰 JJ 出道满15周年了，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如江南、修炼爱情等，也为自己擒下两座金曲歌王。十日凌晨，他在脸书抒发一路走来的感想，意外揭露自己原来的英文名字根本不叫 JJ， 艺名甚至差点取为有点韩风的 June。林俊杰娓娓道来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出道前，他的英文名字叫 Wayne， 但公司觉得难念又不好记，所以帮他取的认为更好记的 June。 初出茅庐的他还是个新人，平时根本不敢反抗，也不会向老师说不。不过林俊杰觉得这个名字怎么念都不适合自己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拒绝。我希望自己的艺名可以是真实的。林俊杰后来想到当兵时，军服上绣了他的名字，简称 JJ Lin， 决定就以此名开启演艺之路。JJ 林俊杰这个名字就这样一路跟了他15年，直到现在广为人知。他感性说，谢谢这些年来所有记住 JJ 的朋友，希望往后的日子依然保持住当年对于纯粹的坚持。